生命电视，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接下来请收看斯里兰卡同愿同行。Om Savadaragam Sanisa Todumunananisa Dalakaranso Todufi Pusto Tisasti Om Suwa阿鲁拉德普勒圣城是斯里兰卡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十世纪，共1300年历史。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棵树，用铁棍扶着起来的。那棵树就是原来的菩提树，2322年了。它有一个特点，其他的菩提树。一年里三次树叶会谢，但是，这原来的菩提树一年一次才会，下树叶。西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在位时，公主森伽密多从菩提伽亚的薄尘到处菩提树取得一节树枝，送到狮子洲即现在斯里兰卡。非常慎重地移植到阿鲁拉德普勒的弥伽园。此菩提树已成为当今世上有记录的最古老树木。目前圣菩提树的所在地在古都阿鲁拉德普勒的正南方。进入圣菩提树的寺院之前是一条圣道，一只只白色的柱子竖立在圣道上。圣道过后到达圣树寺院，由金色护栏守护的圣树在寺院平台上，树干粗壮而雄伟，一边围上了佛教五色旗帜和守护佛法的金伞。金色护栏下面的石墙是18世纪建造，而护栏则是在2003年才安装上去的，且由镀金的铁棒支撑圣树茂盛的枝叶。菩提树下四个方向的墙面各自有佛像供人顶礼。你就直接把外面，然后我代表大家去供这件袈裟钵啊，然后供上去啊，然后大家供养。好，代表大家进去了啊。好，把心交给我。好。大家虔诚朝礼了圣菩提树后，师父在枝干盘旋、华盖一般的菩提树下，为大家讲解菩提所代表的甚深妙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随有八德，供养十方佛，当愿众生罪障消除，六道清凉。轰啊轰，轰啊轰，轰啊轰，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回向六道有情，回向鬼神，冤亲债主。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嗡波波丁丁舍多林，当当耶多耶，那么说了不难难多难，说了说不难说了不难说了，萨婆诃。好，大家阿弥陀佛。佛陀在世，大家礼敬佛陀。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佛跟阿难说，菩提树就代表我，代表佛陀。只要礼拜菩提树，那就等于礼拜了佛陀。但是重点，佛陀要告诉我们，菩提代表什么意思？在经典里面有三种菩提，念一下：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菩提。声闻菩提就是体悟了佛陀所讲的苦集灭道，世间是苦，生老病死，苦的原因来自于无明贪爱，只要消灭无明贪爱，就能够离苦得乐，而修八正道戒定慧。念一下：勤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熄灭贪嗔痴。所以各位在菩提树下，要告诉自己要体悟生命轮回的苦，要消除无明贪爱恶业，才能够离苦，要真实的持戒禅定智慧。那第二种缘觉菩提呢，是体悟了生老病死的缘起，所以所有的生老病死来自于无明我执，有无明啊就会造作，造作就有意识，有意识就来投胎，投胎就有六根，六根就会接触，接触以后就有感受，感受就有分别贪爱，有贪爱就会执着，执着就会造成轮回，有轮回就会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所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路灭，六路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灭。所以各位要体悟十二因缘法，所以这个叫缘觉菩提。那佛菩提呢，就是了解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都是父母，所以要普度众生，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成佛。要发菩提心成佛，就要首先发四弘誓愿，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发了四弘誓愿以后，要行六波罗蜜，来：以布施度千滩，以持戒度毁谤，以忍辱度嗔恚，以精进度懈怠，以禅定度散乱，以般若度愚痴。那实践了六度波罗蜜，消除了自己的贪嗔痴、伤害、散乱等等，进一步要接引众生，要行四摄法，要去实践。来：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所以要对众生布施，要讲好听温柔的话，要做模范给他看，要与他同甘共苦。所以以这个四摄六度，然后来广结善缘，累积成佛的资粮。成佛的资粮有两种，一种是福德资粮，一种是智慧资粮。福德资粮是以大悲心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好，智慧资粮是以一种悲心为根本，为了消除我执，了解众生而修禅定智慧。所以这样以后呢，能够成就佛果菩提。所以我想我们来菩提树下，就要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真相。所以生命无常，而且人生难得，所有人都在轮回里面被着善恶业影响啊，轮回的过程是苦的，所以了解这样而升起出离心，进一步帮助众生的大悲心，而要成就佛果菩提的菩提心。那为了要圆满菩提，那所以各位要体证空性，消除我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最具重要的这四句话，来：正觉缘起，就正确的觉悟缘起性空的道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常永恒不变的我，所以呢要正确的觉悟缘起无我，缘起性空的这样的道理。这个我想各位看到菩提树，就要想到我们这样的空性，按照个人的发心出离心，
乃至菩提心来追求成佛之道，这就是我们来菩提树下最重要的。来 ，Om， 菩提之道，摩德巴，大亚米。Om Savadara Gutsanisa Todumunananisa Dalakaranso Todufi Pusto Tisasti Om Sua Namudi。 圣菩提树已有2300年历史，仍然绿意盎然。以斯里兰卡的习俗，不可以摘取菩提树上的叶子，但可以拾取落叶，有庇护持有者的加持力。圣菩提树种在一个高台上，台前挂满了五色缤纷的佛旗。近代各地许多圣地的菩提树都是由此树的插枝而繁殖。中间有一只鹦鹉，对，头上就倒掉。佛陀在今日印度的菩提盖亚菩提树下成道，守护圣菩提树的菩提树神可说是世尊成道时最早的见证者及护持者之一。关于此菩提树神的相关记载，在《金光明经》及《阿育王传》等等经论多所提及。释迦牟尼佛在许多生前，在宝胜如来的时代行菩萨道时，菩提树神就已在帮助未成道时的佛陀了。斯里兰卡由于感怀佛陀对众生的恩德，因而对菩提树也极为崇敬。佛像、舍利塔、菩提树是佛寺并存的圣物，在斯里兰卡国旗的边缘也以四片菩提叶表征了对佛教的信仰。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那各位这个时候在菩提树下真心的为了累劫的脱离轮回所有众生而发愿，不要光发愿啊，生小孩啊，结婚啊，赚钱啊，那这个只是一个世俗法，根本还不到菩提。菩提至少有声闻菩提为解脱，圆觉菩提乃至佛菩提，要追求这个出离心，乃至成佛，为此而精进，而祈求三宝，祈求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加持，要如此发愿。所有福德、善根、功德，普皆回向，供养三宝，回向所有护法善神，回向六道有情，回向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同享无边功德，罪障消除，发菩提心，皆共成佛道。贝尔塔，安赞这样，阿瓦波达，阿耶梭哈，好，大家一切顺利圆满，阿弥陀佛。Om Savadara Gutsanisa Todumunananisa Dalakaranso Todufi Pusto Tisasti Om Suam